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有32个提问，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。首先，香港同修的提问，有五个问题。这五个问题都是一般道场可以说是共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义工应如何护持道场？这个义工发心到道场来呢，目的就是护持道场的。那么护持道场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。这个条件呢，就是真正要认识道场。那么佛教道场，你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，你才发心啊，到这边做义工，来护持。如果对于佛教不认识，恐怕不是护持道场，可能会对道场产生某一些伤害，自己并不知道，所以护持这个工作绝对不是个简单事情，想到这个地方来帮帮忙，就是护持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在过去，古时候，众生有福报，所以感得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。他们主要的就是来护持道场。学佛的同学，我相信你们也都听得很熟悉。佛门中常说"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"，一尊佛应化到这个世间来，这个戏一个人唱不好。一定有很多配角所以就有千尊佛来帮助他。所以护持道场，从道场里面的这个住持、当家，这都是护持道场，就是他不是讲经说法，他是来做，现在讲呢，做行政业务。通通都是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的，所以他那个护持工作做得很好，也就是说，像学校，当校长的，当教务主任的，总务主任的，对于教育都非常内行，不是外行啊。那我们谁知道学校里面像这一些，这个管理的人员？多半都是以前老师教了多年的书，他完全懂得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多少大学校长，你一问他的时候，他都是教授，教授出身的，他才知道教授需要什么，教授需要怎样护持，他知道吗？他是过来人吗？那我们不是过来人的时候，我们哪里知道呢？但是像义工呢，总要认识佛法，虽不是过来人要接受这里面执事的指导，好像我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做义工，
啊，你一定要接受校长，接受啊教务总务的指导，你就不会做错啊。啊，你不接受，如果自己的意见去做的人，那就恐怕会做很多错事情，啊，会产生很多障碍。那学校有制度啊，他不让你做。啊，你不听不接受指导的，他不让你做。在寺庙里面情形也应该是如此。寺院就是学校，啊，不接受指导的时候，那是扰乱的，啊，这个是不可以，啊，应当要接受指导。啊，那么这个寺院里面担任执事的，对佛教的时候一定有相当的修养啊。所以现在这个一般无论在家出家，对经教的修养啊，实在讲已经是大幅度的降低了啊。所以很多事情做得不尽如法，弘法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困难不像从前，所以现在这个弘法工作做得非常辛苦，啊，没有人护持，啊，这个道理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懂，啊，没有人护持也要做，为什么呢？不做没有人做了，众生太苦了，啊，那么如果要减少障碍呢？我相信，我们的佛教啊，逐渐会趋向传媒啊，那就可以不必要用讲堂了，也就不必要用这么多工作人员了，搞什么呢？搞电视台啊，很小型的就够了。真正搞电视台是我们这个场所的时候一层楼就行了，啊，就这么大的一层就够了，再用不着底下的两层，用不着。啊，那么这个里面有工作人员，啊，我们讲经同时录像，同时就上网就播出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场，啊，因为从各个地方来的同学很多，所以当地的这个香港同修啊，他们很难得，他们在家里面收看电视、收看网络，所以就很少到这个地方来。啊，这是个很好的现象。啊，那么我们的网络呢，明年的时候重新要换新的，啊，换最新的。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宽频还不够宽，啊，大概的时候有500人收看的时候啊，就觉得很拥挤了，啊，再多的时候他就看不到了，啊，所以叫塞车的现象，啊，那么新式的这个宽频的网络电视呢，那个情形跟这个相反，看的人越多，他越清楚，啊，越多越好。